在去年9月，瑞利博九上海站也出战过，第一局就终结了对手1分半左右，战绩21胜4负。而他对手呢，中国格斗老炮58胜86负2平，绰号大炮的香龙李奇，而且香龙李奇在早期的 Pride 是和英廷和志打过头条主赛的。哇、哦，香龙李奇、直接就爆上来就来一个抱摔啊！绑住了，担心被撞到后背去。这场比赛可能会很快的结束掉比赛。对，格罗斯马夫现在好像锤击这拉背了，毕竟年龄不饶人呐、啊。因为格伦的摔跤是特别的突出，控制也非常准。现在没有想到比赛一上来呀、要做关节技，小腿肌肉切，降服了，小腿肌肉切，哇、这个才